安，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大家午安，博威午安。嘿，博威是不是还没进到联盟里啊？嗯，大家午安。等一下就把王国纪元开起来。你进不去，真的吗？你有用那个吗？因为我 Hello 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待会王国纪元开起来，因为我看到我的城堡附近有一些 ID 名称，感觉像是我们的粉丝，就是 TTP 什么的。可是好像好几天都没有进来，就大家如果还没有进来的话，可以去看看你是不是有，就是要点 YT 资，就是点我们 YouTube 直播下方资讯栏的那个连结下载，才可以才有办法加入联盟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进去的，看看是不是没有用那个连结下载，或者是今天再等等看。很多人加失败，对。或是今天再等等看，前几天他就说我不是用连接下载，我就懒得哦。所以你们有些人是有用那个连接下载，但是还是没进来的吗？还以为聘联盟好像没有，我现在好像还没有满。有啊，我点那个下载可是被判定没过，为什么？那可能在，或是你写那个讯息去询问看看。不然就是等等看今天有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显示是还有一些联盟申请20几个，可是还没有进来，所以可能就是用那个连接，还说没有就算，或是再等等一下。但是他们好像每天会审核。我每天都有看到十几个加入的，后来用 iPad 就什么哦，好像还要用从来没有下载过这个装置的，还没从来没有下载过这个游戏的装置，对，就是如果你之前有下载过这款游戏的话，要先删掉这个游戏，然后再重新用那个连接下载，大家再试试看。或是写信去问问看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到我的，赶快进到我的联盟里，就可以跟我一起攻打别人的城堡。或者可以用电脑下载模拟器。确定完全没装过，结果第一次申请还是没过。嘿，他们说他们有很多人用那个连接下载，可是还是没过。那就在旁边，就是你知道守护你啊。可是我希望我的联盟赶快他们加进来。那你在里面讲话，其他人会跟他讲说你讲了什么话吗？不然很可怜。但就是在等等看，因为那天好像开会还是什么的，他们有说就是有一些程序的东西他们再解决一下，这样大家再等等看，或是可以写信问问看。看你挥手组也很好玩，什么，谢谢大家加入我的联盟。我就每天上去跟大家早安午安晚安，吃饭了吗，很开心耶。就好像跟大家更贴近大家的感觉，贴近大家平常生活的感觉，就是我上线的时候他也在线上的，很有趣啊。两个账号都在上线，谢谢博维的红玫瑰。博维要不要再去问问看，还是今天说不定就会进来。他们好像我看差不多一点多两点多的时候会开始有人陆续加进来。盟主，你现在没盾了哦？我现在没有盾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浪漫的互动，好喜欢。其实我都是通勤的时候，在坐车的时候会开一下的，然后没事的时候会开一下，上去跟大家聊聊，跟大家一起打怪。
我再用模拟器试试看。好，要记得要点那个连接下载，不要直接从 App Store 下载，要记得点那个连接。盟主午安，你好。我现在已经没有盾了吗？切换半夜没盾，居然没被最大盟打。哎，但一直买盾是个方法吗？可是我钻石有一天会花完吧，我真的很怕它花完。我决定我现在开始不要一直买盾了。那晚上如果有人要打，我就给他打。报道，盟主午安，午安阿红。昨天原本想加入，昨天直接放弃。昨天这么晚回家辛苦，对，因为昨天练比较晚，回家就晚了。但我如果晚上没有盾的话呢？然后我看你们是说要把资源花完，然后把冰藏到洞穴，人家就不会偷走你太多东西，对吧？可是我的资源应该要怎么花完呢？资源是指石头啊，然后卖木头那些的吗？结果我晚上上线附近都冒。中午好，娱乐。Hello， 塔瓦哥。低于地窖吗？金币没有保护，能见底就见底。哦，所以我存着没什么用是吗？我想说，我有那个存钱的概念啊，就看我金币很多，就一直都不花，所以里面是要尽量把它花光比较好。我想说，我就是一个存钱的心态，在里面存钱。谢谢阿红的缘分相遇，反正你金币有就花完，不然一直被拖。再进三百题可爱 ，Hello 玉人你好，竞争太激烈了。那你们有一直被其他联盟的人打吗？还是还好？刚花完没钱，有钱就开盾，没钱就花钱。哈，那我要赶快把它花掉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拿来买盾好了，买盾或是买东西。目前只被侦查过一次，然后就怕到开盾了。半夜升到千万战力超累。等城堡十三级可以改买商船的资源，存在背包里。因为我那天就是去，不是去直播嘛，然后就是有跟其他位盟主们见面嘛，然后面面阿潘嘛，他们就说我的地图附近有很多，就是别的联盟的大佬在我们城堡附近，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说，好像是因为我这个坐标附就是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嘛，所以突然多了你，就是很多。因为你们突然加进来嘛，所以这个土地突然多了很多城堡，所以他们感受到威胁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也是在附近见他们联盟的人。对，殊不知他们不知道我们只会存在一个月，一个月后这堆城堡就会消失，这样突然很多菜可以割。对，好像听面面跟阿潘说这样。因为他们说他们城堡附近没有就是这么多其他联盟的人建在旁边，他们说好像是因为我这个地理位置比较让人家觉得显眼的关系，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哦，可能会有其他联盟的大佬来打我们，很抱歉你们的盟主不是大佬，我还得靠大家保护了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品寒比较会吸引炮火，雨林那边最隐秘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这边地理位置很显眼，是不是？盟主是大盟，我们去外交一下和平条约。哎，结果我后来才发现，外交留言板是要给别人来留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后来才发现，哎。
然后我一开始在这个游戏的前两天，我以为外交留言板是我可以在上面跟你们讲话，就是一个布告栏的概念。然后我就想要贴我想讲的东西上去，然后贴了两次发现都没有，后来才发现哦，那不是外交留言，不是要给我贴的，是给别人来我这边贴，对不对？没人回你，我就想说为什么一直传不上去。原来我不能，就是不是在自己这边外交，自己跟自己聊天。你有公布栏？我有公布栏吗？哪里啊？我这边只有外交留言啊，然后联盟成员啊，只是好哦。对，我公布栏就是那个固定的文字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参加活动的办法。Hello， 嘉伟午安。去外交一下啊！我怕我外交手腕不够好，然后去外交了反而被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，然后被攻打，会不会？我们应该是一个月内把那些大佬灭谋，然后一个月后消失，也太狠了吧！谢谢一晨的幸运四叶草。我现在没盾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趁我没盾，要不要来团一场？要不要来团一场？要先说我们只有一个月，等等要不要来的？好像可以来团一场。我现在刚好没盾了。谢谢一晨的行李箱。那我看到我附近有别的联盟的人，我就会很想去打他，你知道吗？但有一些感觉是有申请加入我的联盟但还没进来的人，我就会先放着。我是看到前面有别的联盟的代号，我就会想打。欸，像我们现在城堡附近有一个别的联盟的人盖在我们城堡中间，要不要打？谢谢博城的紫仆守护灵。我看了很不开心啊，他就盖在我们全部人的中间，但是他城堡等级有18级，你们觉得打得赢吗？我传给各位坐标，我传给你们坐标，这个，你们去游戏上面，我传坐标了，你们觉得打得赢吗？他在我们城堡中间，有侦察军来侦察我了，怎么办？不要打我，我被侦察了。人家过千万战力，哈，他很强是不是？他很强是不是？欸，我被侦察了欸。打不赢，好吧，我打不赢哦。各位，我被侦察了，我要开盾吗？我被侦察嘞。盟主，你不改一下龙火时间吗？目前参加时间是2点到3点。嘿，2点到3点，我 OK 啊。龙火时间，大家不行是不是？他是团战吗？那个酱油那边侦察应该不会打好。酱油的面面那边的是不是？那应该不会打我吧？搜吧，哎，搜吧的军团来侦察我了啦！不可以打我，打了就会引战哦。我们说好，我们五个联盟不那个的。有说好吗？有，我们有说好，我们在和那个直播的时候。那这样对强的很不公平啊！对你就是赚到啊！大家都说说而已。欸，不可以打哦！他来松宝那边的来侦察我，打了会引战哦。各位，松宝来侦察了，备战状态。如果他打来，我们就打回去。晚上要打。可以毁约啊！
你们说好，可是粉丝没说好，不行哦。各位各位，备战状态，随时观看一下那个情况。如果他打了，我们就打回去。其实好像我们千万的人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打，我找一个简单一点的。啊，我好害怕哦！找那种没有加联盟的怎么样？哎，为什么有一个人在盖在离我好远的位置哦？可是他是 pin 的，哎，他是我联盟的人，但是他盖在一个遥远的位置上。Hello， 阳春里的鹿，谢谢周颖的梦和泡泡。先打海涵。海涵加联盟了没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有下载了吗？我那天也有叫林一下载，他都不下载，他直接拒绝，他说不要，我不玩游戏。我说快点，我们一起玩。他说不要，他是不是比较没在玩手游？好像比较没，但是感觉会玩那种 Switch， 懒得玩。我不要啊，林一有 Switch 还玩你这个。没有，就是要就是聊天，有没有在大家上面跟大家聊天，然后可以一起的游戏。我有看贴文，我看的眼花缭乱。博成还没加联盟吗？你是看不太懂贴文吗？我可以跟你解释怎么下载。谢谢红包，谢谢吉米的紫仆守护灵。那我找一个弱一点的柿子，我找一个软柿子，我们来打。我找一下哦。GR 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，各位？林一是嫌麻烦吧？不喜欢经营？应该是。应该是哦。涵涵是不是膝盖帮顶点就看这次了？谢谢雪代巴的告白气球。原来他要玩也是玩膝盖帮。那我要叫李佳丽来我这边。啊，他不是顶点吗？顶点这时候就是要那个吧，出来一下吧。哎，嗨，李彩杰，他来了，说人人到。你赶快拉他进来。我不玩这个游戏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没下达以后就不能来我家哦。一开始要威胁、欸、我跟你说是你不能去他家，那个损失比较大。不能去他家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彩姐。他不用玩了，你没关系，你不玩也没关系。谢谢志宏的闪光星星，突然意识到这个严重性。五秒反悔。谢谢玉安的黄色火花，这么快就放弃施压了吗？朋友减一。Draken 打说朋友减一耶。盟主瞬间示弱。谢谢陈冠伟的红玫瑰。冰不到20000，真的能打吗？打不过吗？打不过是不是？那我再换一个。还是我们去猎野怪，猎野怪怎么样？这只犀牛，说不定还没有成长，打得过吗？真的假的？谢谢 Holy 的五彩爆竹，四等打不过。啊，那我们打那个啦，我们打刚刚那个吗？那个城堡，哎，你们已经在打远古魔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也派兵来打一下这个远古魔像。哎，按错了，哎，我按错了。有打过别的成员吗？没有，我们五个盟主之间是主张和平共处的。对，你要不要去偷打？我会这样会引战、欸、你先破坏和平。我不太敢。
因为我弱弱的。你最烂的。那个阿潘面面小迪他们很恐怖的，他们打回来不得了。偷打，还是我去偷打雨林的？好啊，跟雨林谁害一下？我好坏哦。柿子挑软的吃。没有啊，这个一打下去，台盐的爱就是这样毁了。直接少一位朋友。雨林好像还不会买盾，上次直播的时候，他好像不知道怎么买盾，然后我就说我下播教你，然后又没教他，然后现在再偷偷去打他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你怎么给人家一个四等的，这样怎么打？下面没有啊，我没有一等的，我没有要打那个了，他们是打不过。哦，那下面那个人贴的好像比较打得过。两个最不会玩的在互打。对啊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不会玩的互打，谁来做第一个破坏这协议？对啊，协议就是拿来破坏的、啊、不是吧？有没有道理？腹黑函还是李彩杰，你快点创账号啦，你不要加入我的联盟，我也可以去打你。谢谢阿元的闪光星星。互打之上是这游戏，不，我在讲什么？互打是这游戏的乐趣之一，那是唯一可以攻打的目标了。你打得下去吗？怎么打不下去？耶、yeah, ！恭喜我们猎杀远古魔像成功。雨林常常挥手处，然后他没开盾哦，我们忘记教他怎么买盾了。大家教他一下，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去猎杀那个吗？哪一个？现在要打哪一个？黑暗巢穴是不是？我现在要，那谁的那个战争大厅比较大，可以集结一下，因为我战争大厅好像太小了，每次都大家挤不进来。对，谁要发起一下？我的冰腿短还没走到他就死了，我怀疑他们在练体力者奔跑。好，羊圈里的鹿要开集结，来，大家准备好哦，我们一起去打那个，打哪一个？现在是要打哪一个？我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跟着集结就对了啦。对，有大家在就不用害怕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就是人多壮大嘛，对。就是人一多就有气势了。羊圈路蛮高的、啊，完蛋，图也看不懂了。费蒙族，哎，李彩杰说我是费蒙族，费蒙不是很可爱吗？我就费蒙啊，跟着别人走没错。我的兵还要一分钟才回家，哎，我真的是那个。升级的很慢哎、欸，就是因为升级要一直等时间。虽然我是有宝石啦，可是我就没有想要一直花宝石去加速，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升级的。平安，你知道可以领联盟礼物吗？我知道，我每天都有打开那个联盟礼。小迪附近路人玩家已经被我打到灰修处。可以加速一下你宝石，我宝石还有94,000，可是我想说我都要留着拿来买盾，我真的很怕被打，买盾比较方便。你可以用加速时，哎，我真的是走一个超级保守派的玩法，就是一直买盾，没有想要特意去攻打别人，但是保护好我自己，不要被偷就好，超级保守的玩法。我们已经跟大魔结盟了。盾一天只要1000啊，一个月够了，够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先买起来。他怎么没有那种囤货概念啊？就是买一送一之类的啊。像我这种想一次买很多的，就很需要这种活动、欸。你不觉得它里面的那个盾应该要做一个什么买一送一、买五送二之类的活动？
像我就是要囤货的人就需要这种啊，是吗？是不是没有人会在这边囤盾啊？嗯，哎，他发起了，我真的很保守。他发起了，哦，发起了，那我要来参加了，参与集结，快速选择出战，来哟来哟，大家集结起来。你当超商买饮料买一送一，品寒不出兵就不会受伤的战术吗？对啊，我不去打别人，别人就不会打我，我就开盾。那个地图密密麻麻的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全部聚集到我了，那个全部聚集在这边，好可怕。我昨天不小心出了10万兵力，害大家没得打，抱歉，没事没事。反正每天都会开团嘛，大家就是看自己刚好上线就可以进来。这样让我好想蹲你没蹲的时间打你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蹲是24小时开着的，不会有这种时间。好多挤在一起，谢谢超哥的闪光星星。嗯，你要镜子是吗？早上差点就会手疼。谢谢柯基鱼的钟情玫瑰。现在不就没盾？不行啊，现在是要去打别人啊，要去打黑暗巢穴。嘿，杨雄没加我的联盟吗？有加联盟是不是就不能打同一个联盟的人？Hello 黑流星，今天下播前会挥手土吗？游戏应该要有消防队，他在面面那边。哈，你在面面那边哦，那你现在先不要打我哦，打我之后那个我就会打回去哦。打巢穴跟盾无关，你可以开哦。打巢穴跟盾无关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开盾是不是？我现在可以开盾。好，等一下开。当烧过了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，除非你要打路人，好像等一下可以去打个路人。那我等一下打完路人我再开。打盟主你要去投诉另一个群的盟主，斥责成员。我在小敌这，那我可以过去支援吗？好像不行耶，好像要同一个联盟的人才可以集结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如果没有在我的联盟里面，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集结。我是觉得可以先开，如果你不怕被打。没关系，有人来侦查我的时候我再开，反正他应该会有，就是有通知说谁已经要来攻打你，我再赶快开就好。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看不到的时候一定要开着啦，但早上就还好，早上至少还会先知道谁要来了就把他开盾这样。欸，我来算一下我买盾这样到底够不够啊，24小时的盾是1000块，我要玩30天，30000是吗？对，30000那够哎、欸，那我可以直接买30个24小时的盾、欸，30000赚好像够哎、欸。而且已经够4天了，就买到5月8号。要一天一天买，不能累积吗？谢谢卡木伊的魔法棒，谢谢博成的爱的抱抱。这样你不能打别人，那买8个小时，
那买八个小时就是晚上的时候再开就好。盟主还有九万，我好想把盾送给大家哦，大家没有钻石，没有盾，好想买给大家，靠我的工商之力买给大家盾。借花献佛，借花献佛，你去用联盟币买八小时的。七号最可爱，谢谢，直接接受的夸奖，拜托了。对了，大家钻石，他们是要靠金塔钻石，对不对？我也有，没有啊，还是有基本的啦。打东西会有钻石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但我发现我钻石有变多，哎。你送了就工商不到，你们是要靠金塔钻石，还是打任务什么也会有？很少，对啊，就是很少吧。是蛮少的，也是会有送一点，氪金最快，任务也会有，任务跟排名会发一点哦，免费带很少，没事啦，游戏而已啦，被打也算了啦，反正是里面烧起来还好。游戏而已，游戏而已。其实没盾就藏兵就好了，超需要时间的。对，没事啦，一个月而已。顶多烧一个月而已。这样子我们一个月后啊，突然那堆城堡不见了，我们附近的其他联盟的人会不会突然很寂寞啊，就是没有肥羊可以宰了，他们应该会变得突然很空虚吧。这个游戏世界这么大，他还可以去探索别的。不会不见啊，所以一个月后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城堡不会被收回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只否这一次活动吗？就是这个联盟这样子，变免费农场，会变一块资源地，去外交留言顺便宣传。我们这里就是一大块的存钱筒，顶多官方把你们账号收回去，我们不会消失吧？是哦，所以你们不会消失哦。我以为这个活动结束，就是用这个连接下载的账号都会不见。那也太酷了吧？嗯，我不确定。但是我的应该会不见，对吧？嗯。因为就不能在上面的公会什么聊天啦，就是公会会不见。哇，到时候看看，就像是迎接末日一样，里面世界的人迎接末日，然后说不定没有那一天啦。你看我们那时候不是？在那边等玛雅的末日，然后哦没有那一天，然后大家又嗨，那、啊、如果那一天来了也没办法，嗯，有没有这个态度怎么样？好啊，冷冷的说没事啦，觉得应该会留的，真的，不然我们要继续吗？对，就是你们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玩，只是这个联盟会不见，对，应该是的。我觉得意外蛮好玩。我就是因为跟大家一起就会很好玩，真的，就我本来不太玩这种游戏。如果我自己的话，就会觉得很复杂，然后就放弃了，对。对，但是跟大家一起，就是可以问大家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攻打别的联盟，就会蛮有趣的。真的蛮好玩。谢谢吴伟纯的闪光星星。只是应该不会收回去，只是。活动是因为品衡才下载，谢谢大家，可以赶快努力的打到联盟前三级，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那个，哎，不对，联盟前三级是一定会得到，对，就是品衡签名的那个跟这次活动合作的那个 T 恤。会不会有人不想要但他不小心第一名？
他只是单纯喜欢喜欢打游戏，但是不想要那个 T 恤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，他很委屈，他要得到你的签名，多委屈啦！一堆人想要，好不好？谁？没有吗？前三好评，然后如果你没有打到前三一名也没关系，就是每个联盟会再抽出各两位，可以得到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五位成员的签名 T 恤，就是一件 T 恤上面有五位成员的签名，对的 T 恤这样。然后好像城堡等级越高，你的抽奖几率就越高。对，现在你们联盟谁最高？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升级城堡。你去看一下你们现在。你说等级吗？目前啊，对啊。不知道，应该是。速报一下。大家速报一下，所以。你去看啊。那这样我还要移到他们的坐标去，我要。不用吧，不应该是有。不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哦，要整个联盟哦，所以不是只有你自己这边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这样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就是看你联盟里面谁的城堡等级最高吗？哦，你要看我的联盟里哦。对啊。怎么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懂了，你刚才意思是以为是五个联盟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以为你要我去看其他联盟的。其他联盟就叫那个啊，刚才不是有一个叛徒，什么杨雄的，你就问他说，哎、欸，面面现在最高是多少？然后你去问一下李彩杰说，哎、欸。联盟成员现在阶级五的，哎、欸，怎么看？我要怎么看？我看不懂，是看那个力量吗？连速报都报不出来，我要点实力排名。哦，第一名是 Marshall Dog， 第二名是 Gag， 第三名是志宏。你们太厉害了吧，是怎么打到这么高的，好厉害哦。啊，我有排在里面吗？哎，我在各位，我跟他说我在四十九名呵呵，也太后面了吧，四十九名蛮丢脸的。你们的盟主在四十九名，没事啦，游戏而已啦。欸、你还有前五十哎，对啊，马修好强，谢谢阿哈的掌声鼓励。马修好夸张哦，谁是马修啊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就他是不是真的喜欢玩游戏的人？对啊，感觉应该是哎、欸。工商之力四十九不错啊，盟主萌萌的就好，就负责可爱就好啦。反正你们玩这个游戏主要也是要看盟主，对不对？跟我的游戏实力无关。马修没有这样觉得。不是吗？马修是真的想要去打怪。因为平常空商太可爱，就下载吧。马修好像23的城堡，谢谢博云的陪凯蒂宣看流星。你现在可以开始寻找马修。马修是零一推，他来凑热闹，他怎么这么会玩？他来凑热闹，然后玩到第一名，太厉害了吧！谢谢零一推。我有努力试着拉你的推完哦，可是他拒绝我了。有没有想帮大家谋个福利，就是让灵异的城堡或许可以盖在你旁边，但是他拒绝我了。我有试着帮大家谋福利哦，还有海涵，但他们都拒绝我了。Gek 应该是诗雅推。哎呦，哎呦，懂选哦。哎，懂选哦，懂选哦，懂子轩，不好笑。假如我玩，应该会陷入我要加谁的问题。怎么会呢？唯一选择啊。你只有一个选择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恶，我笑了。现在最大福利是不是盖在切换旁边？哎，你旁边还有空地吗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在哪。哦，对，你旁边还有空地耶，还蛮多空地的。谢谢博云的浪上野猪冰冰来喽。这也太长了。上课下线平安掰，很难念的。上课下线，刚刚说什么下课上线？拜拜阿红。哎，我们黑暗巢穴打完了吗？是打完了。
我刚顾着聊天，已经错过了吗？喂，那我们桃树打完了吗？打完了呀，赢了吗？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哦，盲组嘛，懵懵的，都打赢了。我聊得太开心了呀，都到家了。你是不是刚睡了？抱歉抱歉，那我们再开一个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我去打看一下有什么野怪可以打，还是城堡？集结一下，虽然很小，但还是可以集结。好，那我打一个很弱的城堡怎么样？哎，我附近好像有一个六跟五的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昨天已经让他们烧起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灭火。你附近没有啊？有下面。哦，下面。哎呦，哎，那是聘的啊。不是，不要打聘。嗯。S 什么的还是什么？可是那还没入联盟，他不会是哎有一个别的联盟的来传给大家，我们来哈，这里。你很怕打到你自己粉丝，对，只是还没入我的那个，我就很怕他们是我的粉丝，但还没加入，还是我自我，还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。打博威。博威想被打吗？哎，我拿这个 iPad 笔去划我的手机，不要随便打。博威说：“哎，因为博威还没入联盟啊，想说怕他觉得太孤单，赶快来我们打一下博威。”那你念一下，就你旁边这些，看有没有谁想被打。博威说：“我马上开盾，也可以打我，我没差。”谁？他的位置打出来。太平衡打算福利吗？哎，我传给大家这个，我们来打这个怎么样？好，那我来集结这个，我来集结吗？那我兵弄少一点，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进来了。这样怎么样？我想要你物理打，打你。十七以下后没盟的不能集结打。赵三餐打博维，世宏说他赵三餐打博维啊。平衡粉 M 属性高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因为我就很没事了。大家有加入了吗？我今天兵派比较少，这样想说这样可以比较多人进来。先恨不开盾的话，可以找人去车吗？你 S 确定吗？我应该蛮 S 的吧。我很爱欺负大家，是不是满了？满了吗？还没满。大家可以赶快加入哦！我现在开了团战，现在还有位置，快来欺负我！赤红的在哪里啊？城堡。这么想被欺负吗？直播 S 握手 M， 没错，我两种属性都有。你被欺负的也不少吧？我也爱欺负别人。满了，应该打得赢吧？紧张。小心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我们。好，那个 K17 那个在我们旁边很危险哎，他是不是想要宰掉我？早上被那个人打，他一副就是他很光明正大的直接在我们的那个附近。是不是想宰掉我？我应该在你城堡组上方，不知道盾消失了没？欢迎打我，有华三三的啊！你真的不再试试看吗？说不定再等个几天就会加入联盟了嘛！不要放弃，超嚣张哎、欸！
四千万，破千万。他想拿我们的资源，毛主可以试试看，他出兵，快碰到你的时候再开盾。好，他就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他就在原地遣返。K 十七绝对打不过。哎，他们说在我城堡附近那个 K 十七我们打不过，为什么？太强了。他城堡多强？我要跟他说，我要去他的外交联板说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谁？他说是谁？我是偶像耶。他可能用英文哦，你要用英文交流。Hello, I'm 平涵 from AKB48. Do you know who I am? 他应该不会理我。嗯。打得过他，但是可能打不过他的盟友，他会傻眼。TIG 宣传。去他那边外交一下。You can follow my Instagram. My name is Bond. Bond 是什么？还有58秒，一分钟后开打。好紧张哦！紧张张。先追踪再来打，趁机宣传。不然去跟他们说你可以打我们，但是要先看我们的 MV， 打一次看一次。他搞不好是粉丝故意 K 你。谢谢我吧。你觉不觉得我脸有变胖？没有吗？怎么觉得我脸好像变长了？可是你本来就有点。可是我脸好像变胖了、欸。谢谢科技鱼的闪光星星。TIG 说不定他会被钓到和加你的盟，所以我是靠可爱美貌长相去让大家加入我的联盟是吗？我不是靠那个军力去让大家加入我的联盟，是靠美貌。谢谢一晨的 kiss， 啾啾，谢谢黑杰克的红玫瑰。品涵活动过了还会玩吗？不一定哎，看看到时候忙不忙。我可能有空就会点进来一下。你等一下要开会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你下面是穿睡裤吗？应该这么吧。就是在家里的人真的就是上面穿得很正式，然后下面真的会穿睡裤。所以不能怪我直播穿睡裤吧，就真的会掉啦、啊。我真的穿睡裤哎、欸。主播都穿睡裤、喔，上面穿我鞋，上面很漂亮，对、啊，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也是睡裤吧？没有，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是长裤。我也是啊。我们很喜欢，没有嫌弃。你这搭配真的很好笑，居然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是蛮值得开心的事情。主播只要站起来，不是惊喜或惊吓。牛肉面吗？不是不是。古有孔明成绩，今有品涵美人计。押韵哦，厉害！给你一个掌声鼓励，保罗。谢谢樱桃猫的加油，谢谢。品涵，我们今天有要去打其他人吗？有啊，我现在正在集结，要去打其他的人，还有两分钟，三分钟啊。谢谢灰仔的爆竹。我马上开盾。我这个位置都会照到你这个哎、欸。不会怎么样，很可爱啊。你们好像很勇。那个牛肉面只能预约哦。对，好像是。听说现在排到2024年了。
品涵的美人计可以钓多少人？我说我要用我的美貌去让别的联盟的人加入我的联盟，贴我的 IG 去他的外交留言板上。那可能会没有人要加哈，该不会有塞鸡腿吧？有卖宅配包，不想等的可以考虑。千万最近运动是否有点太认真了？是。哎，但你真的有瘦很多，我真的是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不，祝你长治久力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哎，我称赞你耶，还不好吗？谢谢你。祝你掌声鼓励，你再学我一次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那里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？哎，你怎么把我三明治放在我的那个电脑上啊？想说你电脑饿啊。你移到旁边好不好？你每次都丑化我。可以可乐，可以可乐，很像可乐哎。电脑不是要放乖乖吗？电脑会饿啊，喂一下三明治不行啊。M1 很贵的，的是 M1 哦。嗯，哪一台是 M1？ 这两台。那、他们怎么知道你是 M1？ 猜的吧。好、哦，这个其实这台有点久了，这台不是。那电脑会口渴吗？谢谢枯江的一封信，他说13还是15？是13还是15？什么东西？13。13。啊啊，好可爱啊，晕。嗨，是好像被可爱掉了吗？哦，应该我要用那个套滤镜，趁机再让你晕。13寸啊，你要开会了，那我要去别的地方播了吗？哎、吗？我们的那个开始打战了呀，打赢了吗？稍微跟你见一下，应该会赢吧。城墙陷落。因为他没有兵哎、怎么胜利了哎、谢谢 Draken 的啾啾你哦，赢了，好棒哦、这好密集哦，这个线他烧起来了耶、你看这个密集度真的好有点密集恐惧了，只是去逛大街。那我要现在移动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哦。谢谢你。大家等我一下。哦，我喜欢这个哎，你看。嗨，谢谢博人的行李箱。我这样会照到旁边的东西吗？我是要去客厅还是书房？都可以啊。等我一下。我帮你吧，谢来，书房播好了，这里可以吗？哎呀，不要在门口等等，有人打开直接撞到头，应该不会吧？好近，有被品涵壁咚的感觉。要不要再开一团啊？这个团战真的会上瘾。哈库呢？哈库应该在客厅吧？聊天室好晕。
原来是壁咚睡的。这是放在什么上面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把脚架升高而已。我们要不要再开一团？我找一下，大家有想打谁可以贴那个上来。隔壁四千万那个也觉得放火会上瘾，大家有没有想打哪一个？你们可以把坐标贴上来，或是开团，然后就可以比较多人加入。对，刚刚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开心的事，就是你们有想打谁吗？好，就是现在是听得到的哈。听得到，我想说没有回复是不是网络怎么了？好，卖关子，我想说没有回复是网络不好吗？还是什么？好，有还在就好。哦，你们在等我好。谢谢 Derek 韦的缘分相遇相恋，所以是首开。就是呢，我前几天去吃了，不是就是跟林一吃饭那天，我们去吃了就是buffet 吗？我有在。就是公会里面跟大家聊的时候，我们去吃饭嘛。然后那天是去吃续集，你们有去吃过吗？续集，那是我目前吃过我觉得最好吃的 buffet。然后呢，我那天就是尝试了生鱼片，是我因为我不是以前都不吃生鱼片吗？然后因为算是蛮好像是日本料理很还蛮厉害的餐厅吧的，就是听说他们的 buffet 日料蛮厉害的，然后看起来很高级，所以我就去试试看。因为像牛排就是牛肉也是比较贵一点点，就是高级一点的，我比较敢吃生一点点的，就是真的比较不会有那个腥味。就牛排的话啦，就是也是会吃便宜的肉，可是便宜的肉是要煮熟一点，比较不会有那个腥味嘛。但是就是贵一点点的话，不那么熟也不会有腥味，所以我就敢吃这样。然后那天就想说，这个生鱼片看起来好像蛮高级的，然后就试试看。你集结了吗？好，打他，打他，你开集结，集结了。我怎么进不去集结？爱吃贵的很多人都一样，没有，我就是想说看起来好像是蛮新鲜高级的生鱼片，那我就试试看。然后我就吃了，我觉得很好吃耶，就是敢吃的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生鱼片。我那天好像是吃了鲔鱼跟鲑鱼两个吧，但就也没有到就是一超喜欢龙虾等级那种喜欢，可是就是可以吃的。对，我那天是吃了鲑鱼跟鲔鱼，然后我比较喜欢吃鲑鱼，对，因为鲑鱼吃起来比较油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喜欢鲑鱼耶，就是其实意外的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口感软软的而已，要沾那个 wasabi 才会有味道，不然我一开始咬的时候根本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软软的而已。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鲑鱼，鲑鱼有一个油油的油脂感，我喜欢。wasabi 我只沾一点点，因为我以前也是很不喜欢不敢吃 wasabi， 对。但是我第一次吃，就还蛮新鲜的，就是下次如果再去吃的话。可以再吃的那种，就是敢吃这样。然后我还有吃炙烤的那个叫什么？炙烤的
旗鱼，那叫什么？好像是比目鱼的旗吗？比目鱼的旗，听说那块都是油脂，很好吃。然后是炙烤的，我也敢吃，干贝炙烤也敢吃。我好像越来越解锁那种生食了。越来越解锁，但我后来有问其他人，就是切换什么，他们平常去寿司店很喜欢吃生鱼片，他们说寿司店的还是比较会有腥味吗？对，好像要真的超级新鲜的才不会有那个腥味，因为我其实不一直不敢吃，就是害怕那个腥味，对，就是觉得是不是生食就会有那个腥腥海的味道，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吃。但那天吃我觉得没有味道，可能还是要看那个生鱼片新不新鲜吧。谢谢新耳的幸运丝叶草玉米寿司拜拜。没有，我以后还是，我觉得我去那个寿司店应该还是不敢吃生鱼片。我觉得我不敢，我只敢吃那种可能在日本吃到的，或是真的刚钓上来的那种，我才敢吃，因为我怕不够新鲜的话会有那个海味，我就很怕。但可以试试看啦，下次我去吃寿司店的时候试试看好了。玉米寿司地位不会变，但我真的觉得续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buffet，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看。如果想吃 buffet 的话，可以去吃吃看那家，它是好像是享食。同一个集团的吗？多少钱？好像午餐晚餐有不同价位吧，我后来查了一下，好像一千多，但是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它是它的里面的东西是我觉得很丰富，然后我觉得它的用料也蛮好的吗？A13那家，对，在那个信义原柏的顶九楼，但我不知道现在订不订得到，大家可能要打电话去问问看，如果要去的话，好像要先订票还是什么。品涵千万不要吃新鲜的海胆，超级腥的，我完全不敢吃海胆，好可怕。但我觉得我解锁生鱼片，我很开心耶，就是一个新世界。我附近有一家，那边我知道还有一间炸猪排在十楼，可以去吃看看。我超爱炸猪排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下次去吃。当天我在一楼有看到很像你的人在等电梯，不知道有没有看错？真的吗？那不是我啊，那是我吗？炸牛圆村，炸牛圆村，它是卖炸牛排吗？还是猪排？炸牛排很好吃我超爱。品涵不是吃超少吗？吃一千多会不会很亏？所以我这次尝试了生鱼片啊，而且我有吃很多干贝，还有和牛，应该没那么亏了吧？我以前都不吃生鱼片那种，不敢吃，就会很浪费钱。可是我真是吃蛮多和牛啊、牛舌啊、干贝啊，应该没那么亏了吧？看到品涵可以打招呼吗？当然可以哦，当然可以。大家如果在路上有遇到我的话，可以跟我 say hi。刚刚重新登进去，品涵，你们联盟换地方了，你不在旁边了？没换啊，我们一直都在那边。还是你们不要就干脆删掉，然后整个重建账号一次啊？就是重新加入联盟一次，反正现在也才第几天，都还可以加。或是你寄信去问问看，说你之前有用那个官方规定的方式下载，可是一直都没有进到联盟，问问看。我旁边的人都变得怪怪，是不是宕机啊？是不是宕机了？要不要重新用一次？他那间招牌是炸牛排三明治。我超爱吃炸牛排的。
可以称赞品涵的发色很漂亮吗？当然可以，谢谢。可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发色，就是之前染的，然后长出黑色，就是有点渐层。其实就是布丁头啦，只是我之前染的颜色没有那么明显而已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。对，其实就是布丁头。头发很漂亮，请问可以加赖吗？不要再编命了，好不好？都多久了还在编，我快笑死了。我都没在编了，然后大家继续在编，好好笑。欸，我刚刚那波集结是不是没跟到啊？我有跟到吗？因为我这边没有出现集结的那个讯息，还是根本还没开吗？签号是要编到12月，我刚刚那波是没跟到，好像没跟到，因为我没急到，因为我的讯息没有跳出来。品涵喜欢吃韩式炸酱面吗？喜欢。我最近也是吃的越来越辣，对，以前不太吃辣，然后最近吃越来越辣，最近觉得吃辣蛮舒服的，就有点嗜辣这样。集结次数到了吧？开会偷听中，又被 Q 了。品涵再发一场吗？好像可以，因为你现在是辣妹，所以我最近很嗜辣。难怪你越来越辣。你们打赢了吗？你们有打赢吗？有，你们打赢了。我看到地图上很多你，很多的你们，你们正在回城中，对不对？登多郎，结果好像是两三天没登，他把我传送到别的地方了。哦，算是加入联盟后每天都要登入是吗？问一下盟主晚上会打吗？会哦，我有空就会点开来。对，那我再集一场好不好？我再集一场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没登好像也会被踢出联盟。对，我有看到有人被踢出联盟，是不是没有？就是每天登入，他就以为你就是没有在玩，所以就会剔除，然后让别人加入吗？所以大家如果有加入联盟的话，就是希望可以常常登上来一起玩。谢谢冰彻玄的浪脑心，在打克拉拉中。打吗？打吗？那我来集结吗？还是你们集？我急吗？平安打强一点的啦，打上面。可是我怕强一点的我会被报复欸，我怕强一点的我会被报复。平安怎么20几万战力打不过了？那我来急这个。欢迎大家参加。盟主凶残那打那个是我已经急了欸，我都挑软柿子啊，我很保守很弱，对，我打完就要开盾了，我怕等下别人来打我。盟主凶起来，随便打随便赢。我的那个大厅真的太小了，抱歉各位，每次大厅太小，然后有些人都参加不到，真的很抱歉。谢谢乌麦的闪光星星，谢谢乌麦。打完这场应该差不多了，
40分钟。那我真的以前不太，大厅不能升级吗？大厅可以啊，但是要用钻石。我是可以花钻石啦。只是我想说还有20几天，还有一个月，好像可以慢慢花，不用一次花这么多。我是真的很保守派。对，慢慢盖。但我以前真的不太玩这种游戏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不太会去玩这种游戏。但是这次就是跟大家一起，觉得很好玩欸。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玩。阿华是不是来打我啊？是吗？是不是阿华来打我？我也是第一次玩这种。只剩一个月了吗？跟盟主一起练练菜也很不错，借我打一下啦，你那么高。好啦好啦，结果我守成胜利了。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就会很好玩。对，谢谢大家陪我，而且你们很有耐心欸，就是我真的完全就是很多不懂的地方，然后我每次问你们，你们都跟我解答，感谢。我可以打吗？阿华是哪一个？我可以打吗？没切换，切换去开会了。但切换平常也是不怎么打游戏这种游戏的人，然后现在我真的很常看他开这个游戏，是不是真的是人一多就会好玩啊？你怎么冒黑烟？哈？我冒黑烟了吗？我冒黑烟了吗？没有吧？哎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冒烟了？可是我不是手赢了吗？我不是一手成功了吗？为什么冒烟？那我冒黑烟应该怎么办？谢谢赵恩的枫叶，虽然赢了，还是有损伤吧。冒烟了，只要有被打，不管输赢都会冒烟哦。是哦，我还想说冒烟了会不会烧起来？冒烟不用管它。好，我们的集结之还有40秒。就跟我一颗脆弱的心一样容易受伤。头发好长长了，长好快。叫喷水车来支援，报警叫消防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游戏很适合有消防队。你的领地遭到阿华，阿华又来打我了，又是阿华，给大家看，这是阿华的军，守城胜利，为什么阿华一直打我？只是想打品涵的城堡是吗？公开虐粉胜利，耶！谢谢卡木伊送的爱的抱抱，谢谢卡木伊，太惨了。他是不是你挑选越远的城堡，他时间会越长啊？因为要走越远。是吗？阿华怨念好重，震惊！知名偶像直播公开虐粉，本来想偷打你，可是我盾会解除，还是算了。谢谢摄影的红玫瑰，你有在练你的英雄啊？有啊，
月英雄不是要打那个金色雕像吗？是吧？打金色雕像，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配备装备，然后就要去我的英雄那边，然后把它加一加这些装备，对吧？应该是这个概念吗？彼此的盟走路都要超过30分钟了，地图越长跑越久。他们走累需要时间休息。我刚刚忘记拿水进来了啦，可恶。你喜欢用那只虫？我觉得那只虫很可爱啊，它当大头贴很可爱耶，是我觉得最可爱的角色。英雄好像只有那边可以练吧。今天来升个23等城堡好了，退盟打一下偏。不行，不可以退盟，退盟就不准再加进来咯。不行，退盟。开打了吗？开打了吗？37秒，退了就进不了，这么严格。退盟让博威进来吧。刚点给你的英雄吃火腿哟。开小号打品寒可以吗？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也是可以啦，只是你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围攻回去而已。可以从别人那边退盟加入品寒的吗？当然可以哟。还好我忍住没退盟，退盟了应该就加不进来了吧。合照会第一阶段问卷只填到今天6点哦。我会先打你赤红，小心一点赤红，赤红可是很强的哦。他现在是战力前3哦。甜品寒了，但怕抽不到。他们走路真的好久哦，早知道选近一点的城堡了。打完了啊？打完了吗？哦，他现在在回城中了。对，我又没看到，刚刚是有赢吗？应该有，刚刚有赢吧？我刚刚又错过了，可恶！我以为他那个时间是在走去的过程呢。谢谢后影的加油，他又错过了。我刚刚又不想点进去看战况的呀。结果我错过了，有赢但抢到东西很少。谢谢卡米的带我走，谢谢博城的枫叶。好赞哦！今天打了好多人，好，差不多先打到这边，我要开盾了。我很害怕，等一下有人来报复。大家开盾开起来哦。大家开盾开起来，谢谢落日笑笑闪光星星。感觉你英文好，考过多语没有？来，我英文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，还没有到很好，然后也没有考过多语，想考考看。谢谢阿元的看好你哦，谢谢枯江的枫叶。平安晚上还有要打吗？晚上看看我有没有空吧。对，可能会上来打个怪之类的，不一定。谢谢樱桃猫的真情告白。我的君回来没啊？我要开盾了。耶，开盾，大家开好开满。
去打了很多人，很怕被报复。不用回来就能开，是吗？可是我刚按，他说我还有军队在外面行军，不能开。阿华的城堡烧起来了，阿华烧起来。为什么我附近有 SOBA 的人啊？我附近有 SOBA 联盟的人欸，为什么盖在我附近？被报复了，我好惨。阿华的城堡烧起来，放弃那些军队吧。大家都跟着盟主横冲直撞，没想到盟主开盾喝水一样简单。品衡城堡冒烟，偶像联盟好可怕。品衡的活动时间要改吗？那我要改什么时候？我要改什么时候？你们想要什么时候？现在还能改吗？是不是改不了了？他在分组中了，他怎么改？好像改不了了欸。他在分组了，我想说刚好直播完应该 OK 吧。是我也要去操控它吗？还是就放着就好？还是这时间大家不行？我要操控它是吗？爸，我不会玩。他是要跟别的联盟对决，大家等一下要帮我。我很害怕，小盟主觉得害怕。我觉得我好像从玩这个游戏开始，都是大家在保护我的。我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都是大家在保护我。你们很照欸，有你们就不用害怕了。萌萌的很可爱。那我差不多时间了，各位，差不多要下播啦，准备我们的龙火战场练习赛吧。保护你们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谢谢水带八的梦幻泡泡哦，你带头冲到前面啊，有你在我们才会集结。真的吗？还是有我的功用。谢谢，那我要先来念个排名了哟。谢谢大家今天也陪我集结，然后最后再来那个宣传声写好了，先念排名。会，第十卡木伊，看错了，抱歉。第十卡木伊，第九玉安，第八雪带八，第七中银，第六博城，第五博云，第四 dragon， 第三金佑，第二 Hoin， 第一志宏。恭喜志宏喝赢，还有金药可以指定啦。辛苦了，幼稚园模范生。对，然后大家要记得指定我是四月的升血哦，幼稚园模范生品
品涵模范生主张一人至少一包生血。谢谢安的金牛宝宝，大家可以开始指定。哼哼，二十名。恭喜涵涵二十名，谢谢阿元的加油。龙在肩头上是不是一种生血诈欺？什么意思？龙在肩头上？啊啊！你说那个 P 图吗？你有发现？哪一个？你说第二张那个 P 图是吗？对，我有把龙 P 上去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把智龙 P 上去，想说这样看起来比较可爱一点。对，昨天我发的那个生血推广的文章第二张里面那个 P 图，我有把智龙 P 上去哦，大家有找到吗？所以这次有龙的生血吗？没有，上面有指定。好，指定品涵可以跟我约定，能飞的时候一定要见面吗？好，嗯，能飞的时候一定要见面哦，打勾勾。打勾勾好不好？如果开放能飞的时候一定要见面哦，约定。谢谢侯影勾勾。盟主威能勾勾，谢谢欢迎指定。今天的品涵真的好萌，是不是因为被王国纪元的形象影响啊？就变突然变成一个很萌的人。盟主，这边没光，肤色好真实。这边比较暗一点。谢谢阳春里的鹿的缘分相遇，谢谢 Alex 里的红玫瑰，感觉今天特别萌，一定是会当上盟主的关系，对吧？无情业配，还有谁要指定吗？直播标题也变盟主，我想说最近好像就可以很光明正大的用这个字啊，盟啊，盟主，不然没玩的时候就不能光明正大，就会很自恋。但是现在是真的是盟主，所以就可以光明正大用这个字。谢谢阿布的缘分相遇，各种盟。我怕4月18品还没直播，可以帮我唱生日快乐吗？当然可以哦，志宏。怎么着？我不能在这啊、哦！我还在播。那这样，啊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怕我的水库没看到。哦。Sorry， 好，帮志宏唱生日快乐歌。他怎么开完会，然后直接开人家门啊？志宏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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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来一个品涵版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皮卡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皮卡丘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皮卡皮卡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皮卡丘，生日快乐啊！
你怎么放哈库进来？哈库，哈库，哈库来，哈库，哈库过来，哈库来找姐姐。你怎么在舔我的那个杆子？哈库，哈库来姐姐这里呀、啊！生日快乐！你是神兽啊，哈库，哈库啊！生日快乐，哈库来！怎么放哈库进啊？哈库，哈库来嘛！谢谢志宏的指定，生日快乐哦！哈库，哈库玩具呢？哈库，你怎么去坐沙发了？用袜子引诱他，哈库，我去抱他。哈库，你怎么不让我抱啊？你跑给我追啊，哈库，好重。可爱呀，你好可爱耶。哈库，他挣脱，哦，好痛。他挣脱，你踩我很痛哎，你很重，你知道吗？他挣脱踩到我好痛，他真的力气很大，大好快，期待四月公演。已经是我没办法控制的大小，没错。还有谁没指定吗？谢谢志宏指定哦，生日快乐哦！指定哈库在前，你后面配音，让大家讲下次直播间。啊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，我还有办法让他再过来吗？我不敢，他忘我了，他现在不想被抱，可能有点难哦。他现在不想被抱，他叫一声了。哦，控制不住。你怎么凶姐姐？你要不要换一个指定精油？我现在控制不住他。你怎么凶姐姐？要不要换个？那没关系 ，Sorry。他刚刚凶我，我没有办法抱他，抱歉。哈库坏坏，他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里面。哈库可以摸摸吗？不要生气嘛。好，那今天差不多到这咯，大家记得继续玩《王国纪元》，每天都上线哦。那好。记得指定我的四月份升学，那就这样啦，下次见哦，拜拜拜啦，大家，你要玩具给我啊，哈库，拜拜，拜拜，哈库要不要再来镜头里面？不想要。拜拜。